今天是7月1日，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100周年诞辰，在此我们心潮澎湃。我们旅居海外的华人，在今天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我们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全靠我们伟大的共产党。一句话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